Where is it?装完之后又把它取下来，取下来让它晃阀体，怎么晃？取下来。嗯，现在又把它取下来。取下来，把这个螺丝全部拆，这里拆。拆呀、啊，拆下来了，拆下，现在又拆下来啊，现在拆下来。那个不用取了，那个不用取了，那个取也可以，取取吧，取了它我放去，不然它那边那边很多滑体撞了，它不知道怎么晃。拿出来，把这两个阀体啊打掉，再换一个上去就行。哎，就这样，换一个环境里面就 OK 了，就再把这个再打进去。